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个久违的三人解谜游戏。那传说中的三位解谜英雄又要回来了。放心，有我这个智商担当。上次那个明明就是我解出来的。你都是一直在熬。我一直在熬，最后那个是我解出来的。哎，好了啦。三位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。最后还不是靠我在那边解。那个哪是你在急？有感觉吗？今天的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是隐形的。玩家恶意加入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要当魔法师哎、欸。他强迫你要当魔法师吗？我现在是弓箭手啊。你上次不就是弓箭手吗？上次魔法师是我啊。不可能，你是魔法师吗？上次是我啊，你是弓箭手。我是魔法师吧？上次那个好像就是我变了魔法师，我们才过的。你有火焰剑哎、欸！去挡一下，去挡一下，上面有块石头哎、欸。哦，然后你再动那个石头啊。石头太重啊！哦，那你把石头踩过来啊，把它踩过来。好，可以走。走，哎、欸，上面还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上面还有哎。你们两个在干啥呢？好，你遮住我，直接吊上去。看起来不是啊，你就可以了，你就是狗。没有啊，我这个画面，我这个画面看不到左边呐、啊。啊，石头滚过来啊，干啥？你自己跳过来啊。对。那你在这干嘛？啊？哎、欸，不要滚石头，白痴哦、喔！跳上去好不好？就跳上去。那个可是白痴啊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白痴，你盾牌，你盾牌朝下，你盾牌朝下。你不要再干了。不是，你到底？让他自己来啊，他盾牌朝下，他可以自己过啊。牛掉啊！团队合作懂不懂？来跳脚，跳！不是不是，你在下面控制啊，我在这里处理这个。右边那个光要遮住啊，等我们上去之后，我们要遮住那个吧。那先让法师上去啊。来，你自己，然后跳上去，跳上去。可以吧？我不想不想，这里高度还不够。来、啊，我这里，我跳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跳，你也跳吧，跳！不是，跳踩住，我没办法，那踩起来。有肉，你很高，你很高，快快快！我可以帮你把石头拉开呀、啊。好，换我。别再搞。哎，你跳，我也跳。什么？你跳，我也跳，我已经上来了。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哎、太陡了啦！我是完全看不到下面的。你要相信自己啊！好，走啊！这个上来还会转的、哦。我踩！我踢你们！我踢你们！哎！哎呀！你有头绪吗？你下去。我也没什么头绪，哭啊！哎，给我个东西拉。给你个石子 ，OK 吧？怎么样？哎、好了好了，我跳你也跳啊！我是完全看不到下面，我更看不到。哎。我还推，我还下来救你耶！不是啊，你是搞我下来的、啊。那怎么拉绳子？我根本就没有动哎、欸。我拉绳子，你下来啊，你先下来啊。我好像回不来。OK， 不是、啊，我从那边拉不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哎！你也下来啊？欸、啊，不然我们三个都下来。阿飞一直在搞。来吧，我送你上去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开？哎，不用，不用开，不用开，不用开，你看我怎么跳？来，明明可以过来，你先送我上去。我脚下。Oh? You don't say. 要挡住这个光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？你把它挡一下。挡住这个光，然后再。哎呀，这个推过去吧。这个推过去挡吧。这个挡不到，这个挡不到，高度怎么挡到？我把它弄短一点。感觉你们玩的怪怪啊？不是啊，我就用我这箱子挡住这个，把、啊、那个箱子推到右边，啊，我去右边再叫一个箱子不就过吗？没啥问题啊。啊，这样他那个不就关起来？你先把那个推到右边，推一下这个箱子好不好？好推，好，让我去右边，让我去右边。哎，推推推推推，你倒是走啊！等一下，好推，好进来，再创一个。我也推出来，我也卡出来，不是、啊，你还是要在那里吗？那我都是看你怎么出来啊！哎，这边就是给我拉绳子啊，走开啊！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也赞同这个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二百一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一定是我这样。好，我就看。带不进去啊，哭啊！我就看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你就给我看。哎，
原本就可以好好的过，那边硬 A。你就给我看，你就给我看。我可以吊钢船。啊？我可以吊球跟方块。你有新的技能了、啊。这个球应该是过关的方法。哦，我可以换属性剑哦，我有冰剑。哎，这就是球。好，走。球。你们两个不会玩球吗？我一直敲输入法。你们两个真的是人才，一个一个过，一个一个过。你到底讲一下。哦，这个球看起来有种，三个一起上啊！啊，都上来啊！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差。我没差，我没差，有种三个一起上啊！啊，你到底怎么？三个一起上吧。那就上，那就上来。好、啊，那就上啊，那就上啊，谁怕谁？来，回来，我要踩。你踩了，你就踩了。哎，是我放的高度问题吗？没有，他那个角色有障碍、啊。可能是人有障碍啊。哦，哎，这看到了，确实有点障碍。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开。哎，隐藏道路有吗？有，好多的经验值。是有哎有哎，哎前面要出怪。哎，不是啊，这里要帮啊，这里我一个人拿不了啊，要同时遮两个的样子。哦，我让他摇起来。你还可以让他起舞的吗？嗯，你先把这个拿走。石头直接放那个板子上面了、啊。你说就放这个就好。对啊，就放啊。我、不是啊，我放那个你当出去啊，你把它当出去啊。哎、欸，它会滑哎、欸。它会滑哦，不，那不是你在动哦。我家没在动、啊，它被你。它好像、欸、牛顿在生气了。你抓一个时间，反正两个要同时开了。我感觉拉着吧。哦，这样吧，完美。好，我荡秋千。荡起来，荡起来。荡起来了吗？当然是。干嘛？不是，你再把它捡起来。我从另外一边卡它。白色，你过来跟我一起卡这个石头。来啊！来，你先把它推过来。你先让这个石头过来，来，我把它夹起来。对，我把它夹住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往那边推。这样。好，你一直有。可以。有。过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把它夹。哎、欸，要夹一下。哦，它持续啊、哦。我要这样夹的。好夹哦。夹它。好，按住，等一下，你太大力了。哎！哎、欸。你力气有点小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还是我趴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就这样。哎，他现在很重。快！哎、欸，我拉好了、欸。不是，你赶快弄你那个先碰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荡。哎，有了。没开啊，门开啊，太短了。再一下。我不是要让两个一样重，然后一起碰到那个，因为我还要再把里面石头拿出来。没有办法让它荡起来。我让它荡起来，你先走开，你先两个都放开。我两个都没动啊。哎、欸，两个都在咬了、欸。哇操！你干啥？你在玩海盗船？等一下，我要大力啊！来啊，那你到处晃啊。有了吧？要久啊，门根本没开啊。这么大力嘞、欸？门根本没开，持久啊！你这是在摇头啊！啊，不然就用一开始吧，用你刚刚那个吧。你们就夹啊！我们还是夹吧，夹。我从这边。哎，然后荡过去哦，一定要把那个。啊、然后你一直推，我应该不用动。推，推得了吗？不用，就这样。那你们，那我推下去。哎。你这样要推下去嘞？你是会下去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不要动。来，石头放我们中间，我们两个都不要动。我们的角色好像有那个不会被推的能力。你把石头后推一点。好，别动。好吧，哎、欸，你别推啊。我没推啊。哎、欸，他好像还是有后坐力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是火的、欸。你怎么把自己的箭射断了？我受不了他了。所以石头一直在飞，有头绪吗？哎，可以。原来你有冰剑，就你在搞哦。原来我有冰剑啊，哭啊！
哇！那另外一个石头在哪里啊？石头嘞？有人在搞。石头嘞？石头嘞？另外一个嘞？石头被你冰箭射吧？魔法是不是可以动啊？石头呢？啊？石头嘞？碎石头。没有石头怎么过？不是石头嘞。那也没办法了，没了是不是？溜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你到底干嘛？弓箭手少试点经验值，我也是现在才想到，我原来我有冰箭，哭啊！你确定你是现在才想到的？我完全知道了。我们三个同时死啊！没事，等等会有石头啊。很帅。哇！有位，回来吧。可以，这就是弓箭手唯一的功用了。看到了，你说智商嘛？我懂。举盾都不举啊！战士的功用是这样，战士没有功用啊。